和小米速七接近的重量，但马力没速七大，价格还能买接近13个速七的车。这年头，不过还有人对这台宾利欧陆 GT 感兴趣吧？至少我会。今天要带大家做的就是这台宾利欧陆 GT 的车主，给你车钥匙，你能把它开得很溜吗？而现在的国产电车又一个比一个猛，它高昂的售价能带来哪些附加值呢？反正以后迟早会有的，所以今天先带各位老板来体验一下了。看，还有安全带递送，就主要凸显一个尊贵，好吧？通透。上车我想先玩一下这个屏幕，我真的很喜欢看它翻过来翻过去，这种仪式感真的太棒了。三个表分别是温度、指南针和计时器，上面木纹、下面钢琴烤漆和这条线都是对齐的，对制作工艺的要求会非常高，误差控制在正负0.3毫米以内。这个翻转屏一共有153个部件，足以体现出宾利英国克鲁工厂工匠的细节用心。跟我一起幻想一下，侬开搿部车子大妹妹上车之后，您问她这啥地方啊，他告诉你目的地之后，哎，你按一下这个屏幕翻转把它给翻出来，然后同时 CarPlay 也设置好了目的地，一气呵成，对吧？又达到了目的，又被你装到了，完美 perfect。 把目光放眼整个座舱，你眼睛看到的、手摸到的，包括推拉式的空调出风口、空调出风口外音量调节旋钮、驾驶模式调节旋钮、周围一圈滚花、门板上菱形的格纹、我头枕上的刺绣缝线，都是它能提供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。讲真，这套内饰我觉得放到今天来看，从设计上、从质感上依旧能打。同意我的扣个一。但有一句港句哦，侬坐进来总会觉得好像有个地方呢又老熟悉的。那这种方向盘上的按键、电动方向盘调节的按键、仪表盘最上方这一层的图标，还有开门之后搿报警的声音，好像总会觉得辣啥车子高头看到过。弹幕上面告诉我你在哪辆车上面看到过。如果你有机会和我一样开上这台欧陆 GT， 你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，这台车怎么是飞在路面上的，并没有开玩笑啊。我现在用的是这台车的宾利模式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只会用到1500转左右的转速，绝对不会超过2000转。油门呢也仅用到了初段的一点点的开度，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快的时速。与此同时，你把它扔进弯里，它那种支撑响应又是够的，你是通过外界不断变化模糊的景观来判断啊，自己现在的车速是越来越快。原来可以就是开宾利的感觉吗？那我开过的 GT Turbo 啊，绝对不算少了。其他车子加速的辰光是哪呢？降档、降档、降档啊，搿能样子冲出去，始终是很热血、很亢奋的状态。但这台车超车是什么样的？就超完了，就像一个英国的孙子，对吧？一西藏别听，问侬啊，要超吗？要跑步了吗？等我去加只纽扣，啪一记头，好了，汽车已经走光了，优雅。那如果我把模式换到 Sport， 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场面？你看，排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情绪了啊！你这时候终于可以通过这个回火意识到，哦，现在车头前面放的是一台 4.0T 的大 V 八，准备好了吗，兄弟们？哥哥开始加速了！哇！这就是宾利动起来的样子吗？它是怎么做到这么大、这么沉、又这么快、这么稳的？而且大家有注意到吗？现在是4000转，一脚油下去，红线换挡，它4000到6500的这段转速会上升的非常非常快，这也是这台发动机它出力最猛的那个区间段。所以绝大多数的状态和情况下，这台车都是在用它的宾利模式隐藏和克制住自己的实力，在和你轻声细语。但一旦换到 Sport 模式，胸腔露出来了，真面目出来了，感觉来了，亨利卡维尔超人来了，兄弟们。但相信我，这种状态只是他告诉你他可以，他能做。我还是更喜欢切回宾利模式。这车有点像你买了 BNO 的音响，你说你买一个 A9 Stage 或者是 Level 放在家里是为了纯粹的听音乐或者去看电影吗？不是的，那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放在那里就像一件家具一样，除了听音乐之外，它的颜值足够高，看着
足够赏心悦目。我开它的时候不会想着脚下有多少匹的马力，它是否能完成4秒的百公里加速，它的极速是多少，因为操控乐趣，极致的驾驶乐趣，那是一台超跑，那是运动型车该做的事情。这台宾利欧陆 GT 就是要像现在这个状态，感受路，感受自然，感受车和人和谐共处的状态，始终应该是闲庭信步，沉下心来去感受这台车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马力也是可以用来浪费的。你们看我现在其实开得不慢的，但就这样扔进弯里，就这样过去了，好像开车子比那一张老几代的事体，感受驾驶乐趣，去跑山去劈弯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。你知道这台车它很大很宽，实际呢也要快接近2.2吨了，挺沉的一台车了，但是这些都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，你需要的就是转转方向盘就可以了。拓海怎么教你们漂移啊？拉拉手刹，车屁股就过去了。那对这台欧陆 GT 来说，当当方向盘，数字就过去了，也要道理啊。对宾利的车主来说，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，是吧？所以这台车在该化繁为简的地方化繁为简，在你眼睛看得到该复杂提供你情绪价值的地方，它又全部都有。如果说在同一集团内部，保时捷和奥迪的车在机械层面上面已经是能做到85分、90分，对于一台宾利来说，在这种地方它就是能把那剩下的10分、15分给补齐，变成那个完美的100分。看完这台车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怎么能做到又重又灵活的，所以这就是调教的功力了。宾利在这台车的驾驶，包括整体内饰的设计、做工、用料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心思的，所以这就是它能提供到你的情绪价值和它的附加值。那说一下外观，其实没啥好说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代的欧陆 GT 它的外形依旧能打，这一代的车型它把前轴位置往前移了，所以整个侧面营造出来的那种飞翔的感觉比例都是恰到好处，极致的优雅。你看着水晶大灯内部灯光点亮之后所发出璀璨的光芒，细看里面的结构非常精致和漂亮，就像巴卡拉的水晶杯一样。怎么样各位老板，对你们这台未来的座驾还满意吗？哎，先别急，其实最新一代的欧陆 GT 会在今年的6月份发布，而那台车会有更多全新的亮点。首先加入电动机之后，马力782匹，扭矩会达到1000牛，那还有全轮驱动，包括全轮转向系统有更多的黑科技加持，所以这一代欧陆 GT 已经这么强这么好了，全新一代的欧陆 GT 那得强成什么样啊，大家得好好期待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，点赞，懂的自然懂。那我是 AKI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